可怕吗？日本人点炮竹。来救补。哈哈哈哈哈！逃避，日本人要来点鞭炮。这个有个引信。嗯。然后你等下就点这个绿色这一条，因为它很长，那你从这个头点，然后你就有时间可以逃开。哎，点下去了，它就有火花，然后就可以离开，它就会慢慢的烧，然后去开始放。你了解吗？我有，应该。就从这个头点就好了。来，这样子啦，这样子。哎，你不要慢点。我不敢拿。可以。来，他点的。对。这样来。今天我跟你讲，没事，慢点，自分で持って。来来来。早く、自分で持って早く。やだ。点这个头就好了。怖いです。大丈夫だ。すぐ。いや、すぐには爆発しないから。快，他没有。自己吓自己啊！新年快啊！我们加油！